看来莱伊拉选手率先拿到了冠冕，不过想抵达终点并不容易。阿茂选手也到了。选手的机械装置好像失控了，比赛逐渐白热化。哦，卡威选手终于姗姗来迟。跑到了卡维手上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把王冠放上去，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你谁啊？不要在我脑袋里说话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应该不会让我失望。莫名其妙。不太对劲。那些结论会让你感到痛苦吗？还是说大量的财富会让你感到麻木呢？我期待着你的答案。我所做的研究已经全部进行了。哦，说够了吧，我的人生已经很倒霉了，不想再招惹更多痛苦的事情。你的钱我不会要。你不是说你观察了许多正在遭受苦难的人吗？那就用你留下的产业去帮助那些人吧。这样就结束了吧。我不知道那个人的研究是否正确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去完成。我只知道让一切停在这里，所有参赛者就不会感到痛苦，我们不会是最后一届，将来还会有人来到这个比赛，还会有未来的学者继续为这个赛事前赴后继。萨奇因的话会让人痛苦，所以到此为止，不要再继续传播下去了。我们都是学者，贸然推翻他的观点也是独断傲慢，没关系，这份责任我来背负就好。对我来说这样就好，我也只能做到这么多。说得不错，陈述了大部分人渴望却未必敢去执行的正义和理想。虽然在我看来还是那么可笑，你早已察觉到自身的问题，仅仅是碍于自尊心不愿承认。不过你的这些观点很适合在领奖台上发表，我仅代表本次比赛组委会祝贺你获得冠军，卡维选手。哈，别搞错了，我不需要没有诚意的赞扬。另外，现在不是辩论的场合，请你专注评论比赛，而不是我的观念。恭喜你，卡维先生，
也请您准备一下出席颁奖仪式。